喂，你到底在哪里？你要到了吗？我等你很久啊。哎呀，差不多了，差不多了，5分钟。哇，念词哈，一次比一次的是，我等你等到圣诞节都过了啦。Sorry 啦，刚刚塞车吗？你没错，江啊。刚刚那个 gathering 怎么样？好玩吗？当然是不爽啊。最近啊，他们 gathering 很想带男朋友去，都不懂是杀人来的还是去 gathering。你呀、啊、你，每次都不能来。哎呀 ，sorry 啊，我上个星期五真的是很忙做工啊。你看我的 aircon 坏了，我都没有时间来去修理哦。啊，你每次都讲忙啊。Sorry 啦，你下次 gathering 我一定叫他带你去的 ，OK？ Sorry 啦， Sorry 啦。哎呀，车坏了我。Sorry 啊，怎么办呢？不要这样无意啊，我车坏了，你快来救我，那么我女朋友在里面，不然我就被打了一次了啊，你快点来就对了，我等你啊。 OK 别人家男朋友驾 BMW， 你呢？车坏又不用紧哦，人家生日时候还送他那么大的礼物，你有送过我吗？而且人家家的男朋友还那么幽默，你呢？哎，我也是很幽默的喽。来，我跟你讲个故事啊。那故事的开始是这样子的。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지우지못할추억이됐다볼만한멜로드라마괜찮은결말그거면됐다널사랑했다우리가만든 love scenario 이젠좀명이꺼지고마지막페이지漂亮哎、欸，喜欢吗？喜欢。学得好。
你怎么天起的比之前早？没办法，因为今天小学三年级有测验，必须早一点去学校准备。早餐我做了。好，那你在路上吃饭。嗯，谢谢。送我啊？嗯，谢谢你。这是两百的。是啊，喜欢吗？喜欢。记得我们当初是在我们的交友 App 认识的。没有想到你的真人比网上照片还要好看。哪有？嗯，你流汗了耶。有点。帮你擦汗。怎么了？没怎么。很酸是吗？嗯。我帮你按摩吧。谢谢你，就知道你最爱我了。嗯。这个力度可以吗？可以啊。嗯，再大力一点点。好。哦。怎么了？太大力了。那我小力，谢谢啊，我的女皇。嗯，好。你不要戳到我的腰，我很怕痒。你的腰？这里吗？对。这里吗？不要戳我！不要戳我！你看。宝贝，谢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遇见你是我的命中注定。昨夜真的很难忘。可是我必须对你坦白，对不起，隐瞒你那么久。其实我生病了，而我再也不能照顾你了。请你不要伤心，这是我送你的最后一份礼物。再见，我爱你。天华，快接电话！快接电话！
什么还要这样？他不是很爱他吗？以前的时候呢，他一阵子他突然觉得他很累，他去看了医生，医生就告诉他说他得了第二期的艾滋病。后来他发现其实是他在捐血的时候，捐血机构没有把针筒处理好，他只是想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好事，没想到就变成这样子了。可是这样子他会不会太过于偏激了？可能他觉得上天对他不公平，他想要去惩罚那些应该被惩罚的人，所以现在呢，他都会在交友网站上找那些喜欢乱搞关系的女生。哎，等下，你会不会也这样对我？哎，小姐，你是发烧是吗 ？OK 哦。要中招中了。哎，现在几点了？你要干嘛？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走啊走啊，可是我要化妆先。哦，谢谢。怎么啦？要这样办啊，快点啊。好啦。Here, I know you love to be a sweet